我是一只天使，我的身份是一个秘密。可是我马上迟到了，喂！就偷偷飞一次。妈妈，你看好大人脸。兄台，等等我。这是个什么神兽？哎，石小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羽绒服漏毛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话说羽绒服里的毛也是我自己掉的毛啊，喂，不能浪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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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，床下还有一个孩子哦。爸爸，床边还有一个孩子哦。我在这儿哦。娘子，给我乖乖睡觉。去吧，以后请细听。谢谢你救了我，为了报答你，送你几个小福利，请注意查收。原来是梦啊，我竟然还真以为狐狸会报恩。所以小狐狸就是小狐狸。送你几个小狐狸。狐狸也说方言吗？我是一个僵尸，也是个普通的上班族。我的身份很特殊，这代表着我不得不背负某种使命。就是这儿了，欢迎光临。啊，是阿江哎，今天要做什么款式呢？就这个吧。这个很适合您呢。话说，您为什么这么喜欢美甲？还不是你们总说被僵尸的指甲划到会变异，